主播主播，刚刚那表情可以再来一次吗？你刚刚听到那个人说什么吗？他说看到四处的画面。对，我就有红色的保险套，还有蓝色的保险套。哎，讲这么明白的吗？哎，你要哪？有没有保险套的吗？啊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这里都注重安全。好耻哦，在台南路边开台。穿这样逛夜市有点赞，还不是你们喜欢我？他们平常不穿这样出门，好不好？我爸刚刚也是说你要穿这样出门哦，我就说对啊，看起来是很难停车的大东夜市，没错，因为我现在就在台南，所以礼拜二也只有大东有开啊，对啊，大大五花大五花那大五花大花花这就大。然后再讲一件事，为什么要来大东夜市挑战臭豆腐？想说。我之前对臭豆腐印象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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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差，原因可能是出在我以前在台南的时候，闻到臭豆腐味道超级无敌臭，然后那时候我爸妈叫我吃一口，吃一口就啪全部吐出来。我觉得是台南臭豆腐的问题，是台南臭豆腐很难吃，所以我来评鉴一下，到底是真的难吃还是我的口味变了。对，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，现在去买大肠包小肠。哎，不知道台南你也说有大肠包小肠？哎，对啊，我们看一下到底台南的大肠包小肠。跟台北有什么？我记得台南大肠包小肠是没有香肠的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大东夜市其实只有来过一次，大概是我19岁的时候。19岁，记得这么清楚。对啊，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来大东夜市，是因为那时候同事揪我来，然后就吃过那么一次，就再也没有踏过这里。那爸爸呢？爸爸回去啊。我们家的人是不逛夜市，所以为什么我大东就只来过一次？哎，我想玩这个。好玩就玩。要不要玩一个？刚才进去玩，三局的。哎，我是挺强的吧？哎呦！美女这边剩两颗哈，加油！老师挑战一下吧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我还是挺强的吧？我跟你说，还要玩一个三局进去玩。No。No。哎，我还是挺强的吧？哎呦！我知道，要有力道，要有力道，大力打下去。哎呦！哎呦！来一个哦！哎呦！我呀！我终于！这个！我贴客算吗？等一下，好难，好难控制。我怎么就差那么一点点？哎呦，有了一颗哦！哎呦，有两颗了。好酸哦！看电脑电视多惨，力量不够。他妈！哎呦！这是一局吗？我已经累了。然后我的那个弓箭的那个姿势从哪里练的？哪里？我之前 cosplay 杰克。哦。就是弓超大嘛，我那个道具弓跟我一样高，然后我要练那个姿势。哎呦！超摇摆的脸。这么厉害。叫我台湾杰克，被骂。就是这个臭味让我很讨厌。就是臭豆腐。啊，我觉得很臭。正常臭豆腐该有的味道。台北也真的不会臭啊，台北也太臭会被告，原来是这样哦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哦，一天有时候卷起3-4次。啊，
啊，我们就吃那个臭豆腐跟炭烤肉。就是我都吃那一间，你都吃那一间？对。这边60，谢谢。这就是我认识的臭豆腐，你先闻一下。我现在还在分辨，然后我的脑中会一直出现臭香臭香问号。我觉得乍闻之下是我认识的臭味，可是又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，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香。奇怪，就在我印象里面，臭豆腐再更臭一点，他们都还不是我记忆中那个超臭的臭豆腐。我不敢吃吗？也不是不敢吃，上次有在临江街夜市吃了一次，但就虽然觉得好像克服了，但在我记忆中，我觉得让我毕生难忘、有噩梦的臭豆腐是在哪？直接吃下去，我真的觉得台南的比较难吃。因为上次吃的那个其实味道很大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我上次吃的我可以接受啊。这个才是正宗的，这才是真正的臭豆腐。我在我们上次那个，它的味道有稍微调，让外国人比较。我再不行，我再试一次，配着菜一起吧，我把菜夹大块一点。有味道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我吃起来真的有那么点恶心。我们去找，我们先去找大肠包小肠，顺便看看。Let's go！ 啊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啪就打脸。大家看什么叫大肠包小肠？所以你以前吃的不是大肠包小肠，我吃的是糯米肠。对啊。我人生一直以为大肠包小肠就是糯米肠，那我就吃一般的糯米肠。这里有个位置可以吃，不切。不是，我来演示一下，我以前高中的时候真的都是吃长这个样子的大肠包小肠，要说。